好的，今天是这样子的，趁我们家的两位公主都不在家，我就后来买了一大堆的家具，想要把这个房间的好好的布置一下，给他们两个一个惊喜。希望我家两位公主回来看到，不用担心，家里变得干干净净、舒舒服服，好不好？噔噔，接下来就是等他们回来了。宝宝可以进来了。什么达人啊！叫我们不要进来，全部换掉。哎，那窗帘的颜色我好喜欢哦，是不是？好舒服哦！你在干嘛？好粉哦！你有没有发现？你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？耶！耶！只要讨厌我，好舒服啊！眼睛哇！啊！你看。怎么样？说什么？好，来来，妈妈你拍我，你拍我来，妈妈你拍我。我要看哦。原因感觉那么熟悉。哎，什么？后面有台灯。我看一下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干嘛啊？啊！好漂亮！你干什么？很漂亮。谢谢爸。哇，做什么都不了台灯。老公，那我有问题。不说，就是你那么厉害，那如果之后呢，我们买房子，你也会这样装潢吗？交给我好不好？那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买房子的话，你会买谁的名字？我的名下，我的名下，有你的名字就够了。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守护你。别想犯傻了，睡觉了，不要开拍了，我们接见了啦。